如果要去挑战阿努比斯，我是不是应该先把我这个帕鲁队伍先提升一下等级？目前，天羽龙为什么等级这么低啊？我应该要提升到大部分的人跟我差不多，我有41级哎、欸。这个修炼书，帮你吃一下。哦呦哦呦，吃一张。哦呦，好威猛哦！都吃都吃啊，让你们吃到变四最少40级吧。哎呦呦，升级了升级了，这个多吃一点多吃一点。哎哎，我已经快要没有了，哇没有了。哎，吃一下就没了，啊爽一下就没了。没有办法一直爽，我把大师球的数量盯到了20颗，这样子有没有机会啊？哎，还有，我升了这么多级啊，我都没有做一下东西哦。升级据点需要什么？精炼金属箱啊，我都没有学。我升了这么多级，应该有学会一些新的武器、新的配备吧？哎呦，双鸽龙的鞍，朱雀的鞍，朱雀龙鞍好像双鸽龙也学一下好了。这些四龙的都要学，这个精炼金属箱学，还有什么东西？精炼金属铠甲，这些东西好像还好哦，就先不用哦。这个莉莉之矛。他会用来制裁蔑视帕鲁的人，这么酷哦！耐寒金质耐寒盔甲，家庭娱乐套组，这个好像不错哎，好像可以学哦。我先把这个精炼金属箱先做出来好了，哇，它是这样放的哎，那就放在这里啦，这样子就做成了，大家来做了，大家来做了，我也来做哦。大家一起敲，其实会做手工的人蛮多的啊，是不是我做的东西太多，所以才导致感觉有点慢？还是你们手做都不够高级？好了，完成了，这里能装的东西就更多了嘛。好，把东西装进去哦。然后我们要做什么东西？对，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可以学一个。精致金属衣对不对？精致金属衣，耐热金属，这个有比较强吗？两件是一样的哦，耐热金属套装，噔，我可以马上做，好啊，把这个耐热金属做出来哦，耐热精致金属套装这一套生产，好了，赶快生产吧。其他的我看一下哦，我可以做，这个已经不能做了，25个，我只剩17个，那不然，双鸽龙，我是不是还没做过？双鸽龙，风鸽龙，双鸽龙，好啦，先也生产一个啦，然后升级我的据点，制作流水线工厂2，这个要几级啊？我刚才怎么没看到这个？升了这么多级，其实。感觉好像也没有很多集哦，下一集才有。衣服正式生产完毕了，我可以穿比较好的衣服了。这个180500，原本的多少？500多500，180，真的好很多哎。好好好，换上去，好很多。我们就穿着我们的新套装去打阿努比斯了。哦，我看到阿努比斯了，居然有盗猎集团不知好歹的在打阿努比斯哎、欸！哇，他们真的是不知好歹哎、欸！那在他们打完之后，我去补枪了，我要补刀了。好了，开始了！哎咻，哎咻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啊，风格龙！哇哇哇！连续的两锤，风鸽龙快死了，太快了吧？他太强了吧？哎呦，我觉得我好像打不赢阿努比斯哎，我的凯格利斯，感觉快不行了，换一只再换一只，连续的切换我的帕鲁车轮战，
连续切换，不要被他打中，都还有机会。哎哎哎哎哎，好好好好好，哦呦哦呦，哎哎哎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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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太夸张了，一级大绝打到我的人就快挂了、欸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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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、哎、呦，他冲过来好恐怖哦。哎呦，阿努比斯是不是想放大绝了？哎哎哎，他定住了、欸，他是这个绝对领域是不是？那我丢一只在这边攻击你一下。哦呦哦呦，他在干嘛？他在回血吗？哎哎哎，有做了什么事情吗？哦哟哦哦，这一下500哎，哇，这一下好多哦，我还要手动帮他闪大绝有没有？手动闪大绝，哎呦哎呦，这个没打到，太可惜了。他现在在追我，我再换，哎呦，我刚才没闪掉那一招，哎呀不，哦，我正面吃了阿努比斯的拳头。正面吃了一拳呐、啊！我现在要赶快闪哦，我要小心闪。正面吃了一拳呢，不能再这么大意了啊！我的霹雳拳倒了，哎，不应该带霹雳拳来的，我应该带那个防御率比较厚实的霹雳拳，感觉太废了，有没有？阿努比森是剩1600了，哦哟，我手动帮那个我的帕鲁。闪大绝有没有？手动帮帕鲁闪大绝，我要除了要闪他的，我自己本身要闪之外，还要帮帕鲁闪呢。哎哎哎哎，这样子好像有机会哦。不停的帮帕鲁闪大绝，哇哇哇哇！哎、欸，不到1000了，不到1000了。哦咻哦咻，哎呦呦，他要冲过来了，他要冲过来了，他要给我正义的铁拳呢。哎，不要跑！哎哎哎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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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靠着这一招哦，不停的那个切换，我为其他只那个争取到不少时间哦，要恢复时间呢、啊。喂哎哎，你们什么正义的铁拳，走开啦！太恶心了，太恶心了。哎哎哎哎哎哎呀哎呀，这个没闪掉啊！我受到他正义制裁了，他从天而降，把我压死了。哎，气人呢，就剩1000滴了，可恶，可恶！哦呦哦呦，我想来捡我的装备，结果这边马上一进来就高温了啦！哎、欸，我的装备有看高温啊，你们让我捡一下好不好？我会不会飞到那边就死了？阿努比斯血又恢复了啦，气死我啦！我还是要小心谨慎呢、欸，先把我的那个宠物们都血量先恢复一下。气死我啦，就差这么一点我就快要可以丢球了。好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哦，阿努比斯我不信邪哦。死不认错有没有？继续来啦。哎、欸、我的天羽龙死掉了。哦呦。那个哎、欸、哦呦哦呦。他现在好像被定住了。哎呦哎呦哦呦哦呦，这一招要闪开一点。我刚刚好像是死到这一招啊，而且我是不是打到天色已晚，打到晚上了有没有？白天打到晚上。哎咻哎咻，趁他被定住的时候，哎呦哎呦哎呦，我希望他，我持续射箭不是说我的攻击率有多少，我是希望他能被那个。能被燃烧齁，就像他现在中毒一样。哦，这就这一招，哇、哦，这一招很恐怖。
啊，我要赶快跑！我刚刚没有闪过，这招很恐怖。我要持续的闪躲。哎哎哎呦哦呦，那个有范围的都很恐怖，都要闪。他是不是要打我了？哎，好好好，这一招还可以，还可以忍受，还可以忍受。哎，他是不是要来了？嘿，哦，好恐怖哦，好恐怖哦！哎，他中毒，好像有比较血掉的比较快哦。哎哎哎，这个利维塔好像有帮我很多哦，好像可以，好像有机会。嘿，中毒继续掉血。嘿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我的防具损坏了。哦呦哦呦！哎呀，哎呀，刚刚那个没有闪掉。嘿，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切换一下防具啊？趁他没有在打我的时候，切换一下防具。哎呦呦，他有，他有在打我。哎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！哎呀，他要来了，他要来了。嘿，我滚，先滚出来，有没有？你先去打我的帕鲁啦！哎，哎呦，这个，我先走过去丢球，趁现在切换装备。哎，等一下，哦，不是这个坏掉，我以为是这个坏掉了。哎呦，哎，我刚才才1%而已，哎，感觉超低的啊，才1%而已，500多了。1%也要丢，有8%了，8%没中，哎哎哎哎呦，哦，好恐怖，好恐怖，8%丢，8%中一下啦，中啦，现在开始丢球喽，8%的策略有没有？喂。再看血再能不能再低一点，这一颗我应该闪得掉。嘿，啊，没丢到，太浪费球了。哎哎哎呦，哎呦哎呦，我应该从他背后丢，应该会更高一点吧？拜托你，拜托你，哎，真的不高哎。哎呦哎呦，这个刚刚那一招很强，这个血瞬间就要没了。剩下200多而已，拜托你了！哎、欸，他闪掉了，哎、欸，他有中，我以为他闪掉了、欸，哎、欸，中了，赞啊！抓到阿努比斯了，而且我带这一只维利塔，超棒的，对他超有用的。我到底是什么东西被坏掉了、啊？哇，可地属性戒指哎、欸！哎呦，我到底是什么东西坏掉了、啊？哦，头部装饰哦，金属头饰哦。哦，刚刚想说，哎、欸，我的衣服没坏啊，抓到阿努比斯了！阿努比斯地属性手工作业室。很棒，很好，我们可以回家了齁。来看看我的阿努比斯哦，炎帝夜幕，炎帝是什么东西啊？地属性特别高级是不是？阿努比斯炎帝，地属性攻击提升20%。哦哦，它是公的母的？哦，那个公的。那个，如果能繁殖的话，就尽可能让它繁殖，然后再融合，这样感觉比较好用，对不对？总算抓到了哦。